民安会主委杨宏志呢被爆出翘班摸鱼，上班的时候搭公务车到外地找朋友泡温泉吃美食，餐费呢还以首长特支费来申报。虽然呢杨宏志他喊冤，不过行政院刚刚发出了最新声明要告诉大家了，就说了认为杨宏志呢这个有关他个人媒体报道造成社会瞩目，为了避免带给行政团队的困扰，也考量了个人生涯的规划，他已经在今天向陈奎呢来表达辞去运安会主委的职位，所以目前呢也是尊重他的一个决定来同意他的辞职，这是一个最新消息。另外来关心的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呢最近表示，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攻击之后，让他对于绿营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立委初选开始起心动念了。对此 YouTube 频道桃园孙先生进行网络民调，截至上午7点呢是有 78% 的民众认为说王世坚可以取代林长佐选中正万华区的立委，只有19%民众认为说民进党会继续礼让林长佐呢来选中正万华区的立委。有网友就留言表示说坚哥超级强的，为他来加油。但也有人说民进党是不会让王世坚出头的，除非他脱党，否则呢初选呢大概是不会过的啦。另外呢，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呢宣布参选台北市大安文山区的立委，并且邀请立委高金素梅来担任荣誉主委。而日前呢表态参选的党内议员钟佩君大方送上饮料还有纸条祝福，希望说可以一起并肩作战。而蓝营党内互打呢不是只有这桩好，在早在宣布要投入信义松山立委初选的台北市议员徐小新挑战党内老将费鸿泰，而徐小新脸书就质疑费鸿泰不攻击对手，说双方隔空互杠，也让蓝营世代交替更加白热化。选最强的，选会赢的，开工没有回头箭，决定选大安，我就全力以赴。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语气坚定，正式宣布参选2024大安文山区立委，甚至找来现任立委高金素梅担任荣誉主委，期盼有1+1=2的加倍战力，让高金素梅跟罗志强一起监督立法院，一起做一个真正的人民的代议士。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选大安区，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安区？我当然要选大安区，因为我是大安文山的议员。即便党内质疑罗志强是只挑软的吃挑蓝营优势选区，罗志强大动作宣布参选也引发党内互打。在地议员钟佩君不仅表态参选，更承诺当选只做一届，只是原本受邀出席记者会却遭罗志强临时喊卡。我对强哥所有的公开承诺都不会因此而改变哦。那今天我也请助理特别送了2箱运动饮料到现场去，上面有贴着我的小纸条，就是期待跟强哥一起并肩作战。大家既是罗志强的朋友，也是钟佩君的朋友，好，我想说也不要让大家中间会有一些麻烦。对比钟佩君喊话并肩作战，另一组世代交替却是火药味浓厚。议员徐小新脸书杠上资深立委费鸿泰，不认同竞选过程不攻击对手一事，徐小新认为要拿出事实证据用力击倒对方。开了很多的记者会，其实我们针对很多人，不包括论文还有跨端，我攻击的还不够厉害吗？可是如果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只甘于乖乖的待在立法院里面开记者会，我会无所不在，不管是在媒体、地方上面、网络上面都出现，然后痛击民进党。蓝营新生代纷纷出头，让党内世代交替议题再次发酵。初选机制还没明朗前，各世代先上演 PK 喊话。介曾四院戴俊宇台北采访报道。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以新北市长侯友宜现在目前呼声是最高的，但是看起来呢可能会有其他挑战者，甚至郭台铭也说要等国民党的办法。台北市议员游淑慧说他不知道郭台铭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以船为例说，一直在这条船上的人你不能把他们当作空气啊，他说这个呢叫做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好歹要顾及大家的感受。2024国民党人选游淑慧就说很多人支持这个人，一起来看。国民党的办法应该是针对国民党的党员，也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还在等国民党的办法，是我们在等啊。国民党办法跟郭董的关系是哈，所以我不知道，所以他又不是国民党党员，干嘛要等我们的办法？你想干嘛就干嘛，你可是郭董，威震天下的郭董，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他想要等到什么样的办法哦，然后是再一次是量身定做或什么，我不知道哈。
但是哈，现在党内确实有人说，哎呀，有同舟共济 1.0 就可以有同舟共济 2.0， 随便啊，你要 10.0 也可以哈。当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人才加入国民党，最好除了国民党以外都没有民进党哈。但是同舟共济新加入的党员固然可贵，但是一直在这条船上的人，你不能把他当作没空气呀。这个叫什么？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吗？那一直在这条船上，一直在同桌，然后这个生死不离的这一些同志，是不是更应该去照顾他们的心情呢？好像有人随时可以上船。对对对对，所以对你随时可以上船 ，OK 啦。但一直在船上帮忙划桨的这一些人，我觉得也是要照顾。例如那侯市长呢，也很多人在支持侯市长嘛，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过去国民党不是没有跟其他在野势力哦合作的潜力，怎么合作？国民党先产生自己的人，然后大家来比民调。譬如说像这个过去士林北投的立委汪志斌跟潘怀忠，汪志斌先从国民党内产生，然后跟潘怀忠两个人比民调。如果我们输给新党的潘怀忠，我们支持；如果潘怀忠输给我们，潘怀忠不出来选。所以前提都是你要先有自己的人，不要觉得说把那个像吃便当一样把人家煮好的东西现成的买回来就好了。国民党要跟人家谈合作哦，你一定自己要够强，你一定自己要有一个主轴主心骨，你才能够有筹码去跟人家谈。你不要一副说哎呀哎呀哎呀，我就是没人。那这样子不管是郭董也好或是柯文哲也好，就在那边说啊，你就是实力不够坚强，你就是不是没有候选人，所以你必须要来求我。国民党不是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家来科普一下哦，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如果不够用的话呢，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